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Eric。Hello， 我是雪莹。OK， 我们来自马生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来分享一下我的短短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在之前的我呢，就是我之前的我。所以在之前的我呢，精神体力非常差，而且呢，就是我的有严重上大号的挑战。所以呢，非常感恩我的哥哥当初分享这份这份礼物给我。我在10天后，我的效果就是改善我的精神体力，还有我的严重上大号的挑战。OK， 那呢，我今年26岁，我来自马生布吉丁一都。那在之前的我啊，我一个人打三份工，所以呢有精神体力不好了，然后有严重的便秘问题，一个星期只能上大号2次，而且呢也用节食不健康的方法来减重，导致到有严重的肠胃挑战。那非常感恩啊，就是透过他 ，OK， 以前的男朋友，现在的老公 ，OK， 去了营养学部了解这个营养计划，也非常感恩我的教练啊，帮助我们换一个早餐，透过改善饮食习惯啊，帮助我们呢把以上健康问题都改善啦。然后呢，我还顺便减重2.3公斤，虽然我不需要减重，然后全身雕塑从 M size 到 SI， 这个就是我的之前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呢是我们的营养俱乐部在 Bukit Tinggi 2。OK， 那个是门口。对，我们的营养俱乐部呢，租金是400令吉，那成本呢是大约4000块左右。所以非常感恩呢，在人潮那么旺的地方，透过魔法呢吸引到那么低租金、低成本的营养俱乐部。那呢，我们的营养俱乐部平均每一天呢都帮助大概10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个月呢也透过帮助了12个家人朋友们呢，我们的上个月的月收入呢有6000块。耶！耶！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